水豚神明豆，来喽！耶、yeah! ！大吉大利！胜利！哦，俺一二三木头人，真的，他挺呢，好好笑。一二三木头人。这里竟然有鱼哎、欸！哎呦，有鱼哎、欸！我感觉里面视线不是很好哎、欸，很浊、欸。我上次来的时候是只有路而已，然后什么都没有，我觉得超雷。但后来看 IG 发现好像蛮酷的。哎哎哎呦，有鸭子！他们也是很辛苦哎、欸。OK， 买好了。你好，跟你们介绍一下哦，那个环境的话是没有厕所，里面没有厕所，那一次性入园，所以你出来就不能再进去。那里面有含。点心五选一，外带谢谢，就这样。一个人200，一个人200块。然后我们等叫号哦。这两种草叶，全区的动物都可以吃。那叶片较长较大，我们都可以折成鱼，对他们的比较适合。老师可以喂食很多只哦，动物只要咬到就放开手，不要拉手才是安全的。出发。这么高吧，所以可以好，那举高一点，那举高一点。放背后没关系。好，那举高一点。来，我们第一只动物，来，小明。吃饭喽。我们野猪，野猪。笑，好可爱。超多人呢、欸，跟以前的变不一样了，真的。啊，好可爱，还有嘴巴就黏黏黏，黏黏黏。好萌，乖了。这一只好可爱哦，那一只。好了好了。哎呦呦呦 ！Hello， 好了，我知道嘛，你要喂其他人吗？好萌啊！啾啾！我怎么这么长了？怎么那么可爱？他好有礼貌，他跟你说谢谢。好乖。谢谢。不要吵架，都不要吵架。我要挑战一路最近的距离。哦呦！哎呦！等一下，很好。屌啊！物理耶。然后找他就是不喜欢你，他就是不喜欢你。你等一下，我们转过去，转过来。它、啊、吃光了啦！太快了吧！列明，讲不要拉撒包。你的脸可以整理一下你的仪容吗？还是要擦一下嘴巴吧？吃饱饭要擦嘴、欸你。你吃成这样，他吃了，他用手拿耶。好酷哦！所以就是家里拜拜没有神明桌的时候，就有一只水豚君可以让你摆橘子。来喽，第一颗。哎，不然你摆直的，不然你摆直的。直的吗？直的会掉鼻子啊。安四颗。抖会抖哎。啊，手不要抖啊。水豚神明豆，来喽！耶！大吉大利！胜利！哦，他呆住了吗？哎，定格，定格哎！哎，这不是禁止画面。一二三，木头人。真的，他挺呢，好好笑。一二三，木头人。哦，他的毛好粗哦。要拍照吗？他毛真的粗哎。要加点润。我们来看他的喂食。哦，他的牙齿跟一样，很大颗。廖敏君。Hello。哎，不可能泡温泉吧？不需要这样偷窥吧，你们不需要这样看吧。